Beatles 是一个多功能平台，可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用户提供易于访问的 CryptSpider AI 算法交易系统，以全自动模式赚钱加密货币。CryptSpider AI 在 Binance、Bitstamp、Bitfinex、OKX 和火币交易所上运作，分配参与者的资金来交易最具流动性和最可靠的加密资产。每天，所有参与者的存款从0.3%到6%累积收入。每个星期五，牛和熊团队之间都有超额利润分配。所有付款均使用平台的内部代币 BTL Beatles 代币进行。根据特殊算法，其价值平均每月增加10%到60%。Beatles 的每个参与者在开立存款时都会选择自己的一方，公牛或熊，从而参与 Bitcoin 对美元的汇率增加或减少。例如，如果在过去一周中 Bitcoin 对美元的汇率上升了1%，那么对于公牛一方参与者的所有存款，收取标准利润的0.3%至6%，再加上1%的超额利润，对熊的一方的所有存款收取费用仅标准利润。但这还不是全部，要特别注意 ，Beatles 平台不仅是自动加密货币交易，还是一个发达的生态系统，其中包括许多独特的产品 ：CryptSpider AI 算法交易系统 ，BTL 交易追踪区块链技术 ，Beatles 平台用户培训学院，加密货币品牌服装和配件商店，即时货币兑换服务 BitoX。此外，通过在 Beatles 开户存款，每个用户都可以加入旨在推广该平台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优秀伙伴计划。Beatles 伙伴计划基于 MLM 二进制系统和额外奖励、直接奖励、被动奖励、领袖奖励、快速启动奖励、等级奖励、职业阶梯。在 Beatles.eu 网站上注册进行存款，然后加入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选择了与 Beatles 平台透明的合作条款的人。